said I only want you, only want you. When we woke up, you were gone. It was obvious. You only came through cause you had nothing to do. When we woke up, you were gone.蓝色，蓝色蛮好看的啊，灰色、黄色。你在看我的吗？我最近在看，哎，这很好看，真超好的。等一下，我们，这个啦，好的。桂花糖浆跟症状来了，嗯，好吃，嗯嗯。嗯嗯，不要被我传染了，我要出来。你要说，这是Oliver最想吃的。Oliver 在美国朝思暮想，非常想吃的烧马鸡。然后他很怕他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会倒掉，他不会倒，因为很多人。对，谢谢谢谢。后面有什么？人家在一级棒。下雪喽！下雪。会不会太败家？真的吗？不会。因为你很少买啊。
可以啊，为了你的红包。随便你可以。好了，这样可以吗？哇哦！谢谢。谢谢。要餐都到齐了。好，谢谢。那是什么？两杯光明。香蕉。好酷啊！怎么了？很像小黄瓜的味道。章鱼买到了。大杯热美式。我可是找了两三次了。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要永不放弃，人要有毅力，对，才会买到想要买的东西。对。卡。对。不要乱花钱了。卡了。你手上沾了。你不要动，我要看，我要看。有吗？我有变吗？有啊，你是猪。干。这是什么意思啊？没有，5秒。我们不要拍了这么久。你去死！对不起。我要一个春卷冰淇淋，香菜要吗？要要。好了好了。配合你一下，他在记录生活。他第一次吃春卷包冰淇淋，很好吃啊！看，今天用这个，昨天买的，超棒。店家也是。我的灵魂都一直在吃东西，很好啊，这还是正常的。那你会做打卡标，就说什么这里是哪家餐厅？我会打在资讯栏，这也很用心了吧？我还把营业时间打进去，看不惯不写在上面，因为很麻烦。这个字卡多麻烦啊！三个，你可以丢进来了。三个吗？好，这好可爱哦！好好 ，OK， 横幅，这是横幅吧？对，横批。好，这是我的吗？谢谢。你喝什么？我喝金奇拜观音。到底在群里聊的这是什么？什么？没铺什么什么茶什么，就感觉它白色的部分也不是很牢靠，可爱就好了。你就这个。对。我们什么时候点鸡排？哎、欸，他送错了吧？哎、啊，你这段上字要上字？你可以说话、啊，这个是。这是一颗鸡排，两个鸡排，两个鸡排，一袋肉，真的是肉，跟两串不知道什么东西的。然后就是我们自己点的，对，点他们汤圆跟薯条，女生会吃的东西。但这个是男生会吃的东西，对，送错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么多宵夜 ，Oh my god！ 然后现在已经几点？12:08了。然后我们要看麻药王两个小时，想要睡觉，对，两个小时吃完恐怖，来比个赞。但是它中间都没有位置，它就只剩下这个位置。哦，那么快就卖完了？它中间那个红色都卖完了。天哪！不然有些是保留，它自己保留起来的位置。就4416，16个。你去粘啊，我来弄这个。不行，你要看正中间啊。哦，好，那你先放啊。在猫眼下面。在右边一点点。好。刚刚可以撕下你的东西，它是真的吗？是啊。
希望龙是什么颜色？我希望它是一个适合它的颜色，米色系的吧。米色系，这是可以包菜。谢谢。姓名，你叫什么名字哈？双方一我都可以给姓名。嘎，好，民书老夫하는데요。好，民书老夫하는데요。我叫做庞明，古明秀。好。